秀梅哥，你不要给我妈妈，阿哥家里又好啊。爸，无人通好怪罪，想要等下怪春生啊？代志真正不是你所想安尼啦，你这个戆囝，想到我安怎跟你教，你都教袂春生啊？当初坚持要跟丽文做伙，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我无爱你，为着要替我从政，去甲别人担头。啊，你唔是有甲我讲过，生理人第一知影轻重，啊，该放落卵的时阵，第一放落卵啊。那是最一个男朋友，你煞予伊一直为着你来受着伤害，那是这点我无法度忍受。阿姨，我蹲下来的时阵啊，你院长，敢讲你甲我阿姨嘛有熟识？你嘛会记得即届教训，以后不管啥物代志，你都爱更加细，你知无？你在做啥？刚讲你是来找准男的？我在你的心目中是一个无修养、无受教育查某人。到时阵吼，咱徛在倒一边拢嘛唔对。得会着红世人，也毋过真可惜，得袂着红世心。你莫搁安尼西弄啊啦！我嘛真正足有诚意，想要来弥补你。啊，不过这并无代表讲，你当安尼伤害我的太太。真爱有胜过山明甲海誓，心永远行作伙，心永远相牵连，不惊人生苦。